一之后，台湾同胞的国际发展空间将更大，在国际上呢，腰杆更硬，底气更足，更有安全，更有尊严，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耀。统一之后，台湾可以实行和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，在确保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前提下，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将得到充分的尊重，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、宗教信仰、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的保障。统一之后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、制度化将更加完善，以大陆市场为广阔腹地，台湾经济发展的空间更大，竞争力更强，产业链、供应链稳定通畅，创新活力将更加生机勃勃。那长期困扰台湾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诸多的难题，比如说缺水、缺电等民生难题呢，都可以在两岸融合发展、因通尽通当中得到解决。台湾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尽可用于呢改善民生，多为老百姓做实事、办好事、解难事。统一之后，台湾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的发扬，两岸同胞共同的传承中华文化，弘扬民族精神，交流互鉴，化育后人。台湾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根脉的滋养当中将更加的枝繁叶茂。